who'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? Snow White is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the whole world. Agree to disagree. Yes, 因为2022美国电影评论网站 TC Calendar 的世界百大美女评选，白雪公主莉莉·柯林斯只拿下第100名，勉强挤入百大榜单，你就知道竞争有多激烈。摊开名单，连12头身的长腿芭比张元英也只拿下44名，24名 Jenny， 19名雨琦，17 Sana Rose 拿下15，13 Jisoo。 咱们台湾之光 TWICE 紫瑜，曾经在2019年夺冠的她，去年第7，今年第10，果然美女人才辈出，相当竞争。第三名则是由去年冠军 BLACKPINK Lisa 拿下， BLACKPINK 全员到齐，统统入围百大美女，也是相当厉害了。第二名则是由美韩混血的 MOMOLAND 成员 Nancy，精致五官获得肯定，碾压众星的是她，美国超模 Jasmine Tuks 成为维密天使而知名，还被誉为真人版茉莉公主。怀孕成为人母的她更添魅力，顺利夺冠。